一首灵魂摆渡人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赞转发。传说把灵魂押给冥王就可以获得永生，奈何桥水变花美，愿一碗孟婆汤水为一句生死为谁，此后不生不死不悔不灭，流到三界之中行勾魂引路之事，称灵魂摆渡人。世事三界中，岁岁年年带入风，手中提的引路灯，我引来阵阵厉鬼声，不再动情为何物，却在我心的深处走了百万阴阳路，我却不再看红颜目，也许怪我太执着，不忍心过这奈何，转身不再见孟婆，我只愿为了你而活，生死簿上千万纸，一个轮回又开始，那一世若非你死我，甘愿做你的妻子，也许是我的错，怪我根本看不破，我只记得我承诺和我只爱了你一个，奈何桥上看轮回，你却不知我是谁，我不在你身边陪，那谁替我为你画眉，我已没有了灵魂，却还有那爱的人，我看透了生死门，却填不上我心上痕，眼中生死带入水，你依然是那么美，生生世世皆为鬼，我只愿那些不曾悔，没有你我白双鬓，人间缘分就已尽，这道魂是一封信，那一直在我魂中印，这封信还未写完，只因我的心未寒，这份情我不想还，我只因放下情太难，没了狂也没了傲，但你根本看不到，我还记得你的笑，那还在我的心头绕，你可能不会记得我这个烟雾的魔，那天望着忘川河，就这样阴阳相隔，生死簿上早已抹，幸好我人还是我，我不是在等结果，那而我是真的不舍，每个灵魂摆渡人心上都有一道痕，明明生死这么深，我等的人却不曾人，轮回尽头家人来，头却不曾为我抬，他的情在前世埋，那你不在他胸怀，你可认识我是谁，他说来此第一回，你的生我不想随，那你的死我愿意陪。在奈何桥上有一个生生世世等着见你的人吗？他在等，等某一个轮回中赏赐他一个回眸。大家好，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高登，台上的人生大家姐，一个是回答小米，希望我的宝宝呢可以多多的帮我评论转发点赞，谢谢大家。